2018年6月21日9:30，我们我们现在带着孩子都来了，我们战友，我们两餐的是吧，军长干部都到了，我们的老同志是吧，也到了，后勤部队大批的可以赶过来了。我们不敢去动手，镇江的父老乡亲们自发的去给我们送水，我们给钱，地方的父老乡亲们都不要，打了已经躺在地上了啊，警察都在这里，他们的执法仪现在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哪里来的一帮小家伙，是不是黑社会我们不知道，而且都跑到市政府大楼里面去了，结果打过人以后跑到大楼里面堵起来了。各位朋友好，6月19号，江苏镇江一批维权老兵到当地市政府进行维权，但是呢遭到了市政府所雇佣的地痞流氓的殴打，其中有多名老兵受伤，一名老兵呢严重受伤倒地不起，现在还在医院进行急救。那这件事情呢激起了镇江老兵的愤怒，他们向全国各地的老兵发起呼吁啊，希望他们到镇江进行声援。那全国各地老兵接到消息之后啊，纷纷聚集起来，准备到镇江那个老兵维权现场进行支援，其中呢绝大多数遭到了各地维稳机构的阻拦，但是江苏省很多老兵呢成功的到达现场，现在聚集到现场呢已经多达4000-5000人。在江苏镇江退伍老兵的维权现场，现在双方呢已经进入了拉锯战，一方面呢是退伍老兵逐渐的增多，江苏镇江的本地的老百姓也纷纷的这个到现场进行支持和鼓励啊。另外一方面呢，江苏镇江的维稳机构他们试图啊切断镇江维权老兵的这个粮食和饮水的供应，同时呢江苏各地啊政府也派出大量的维稳人员到现场啊，试图劝说那些啊这个维权老兵回到各自的家乡。那就在昨天晚上，也就是6月22号的晚上，镇江市政府又派出警力和这个地痞流氓啊对跟老兵发生了肢体冲突，其中有多人受到轻伤，所以现在的这个双方的这个斗争还在逐步的升级当中。我们全民共振平台的国内发起人向我们发出指令，要求我们呢带他们发出一份倡议，向全国各地的民运和维权同道和镇友发出一份倡议。首先是倡议江苏镇江和周边地区的民运维权同道镇友到现场进行声援。怎么样声援呢？主要分两部分啊，主要是做两件事情，第一是送，第二是拿。送什么呢？就是送水、送饭、送温暖。镇江老兵现在只有4000-5000人啊，他们现在非常需要大家的声援啊，希望大家成群结队的去，人越多越好，但是呢也希望大家注意安全，现在现场有很多的警察，有很多啊政府雇佣的地痞流氓，希望大家尽量的避免和他们发生直接的冲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拿什么呢？就是要拿他们的联系方式。专制政权最希望的就是啊老百姓一盘散沙，那最恐惧的就是所有的反抗者不满现状的人，大家联系起来，一联系起来他们的末日也就到了。我们的每一次行动不见得都能成功，但是只要我们在一个行动当中能够啊建立起相互之间的联系，我们就积累了我们的实力，我们就为下一次的抗争做奠定了基础。所以我们要取得他们的联系方式，他们的微信、微博的方式，他们的这个 Gmail 的联系方式，他们的手机号码，取得联系是共同行动的这个基础。我们的联系范围越广，我们的联系网越大，大家一起行动规模就越大，一起发生共振的这个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跟他们啊建立起联系。我们也希望啊全国各地的这个民运维权同道和镇友，你们不能够到达现场也不要紧，就在当地向当地的老兵群体啊发送现在个镇江维权的这个信息，鼓励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来进行增援。即使是他们不能够到镇江去进行增援，他们可以在当地聚集当地的退伍老兵呢来增援镇江的。
如果是全国有多个地区的老兵在各自的地区啊，同时举行声援镇江的这个行动，那么也会形成强大的共振效应，会对啊这个反动政权形成强大的威慑。所以希望大家尽量的找到当地退伍老兵的群体，不仅仅是退伍老兵的群体，其他的抗争群体现在也是大家一起站出来抗争的最好的时机，尤其是江苏省啊各个地区的这些维权群体。因为江苏省各个地区都派出了大量的警力到达这个镇江，现在必然造成了这个各个地区啊警力的空虚，维稳力量的空虚，所以现在是大家一起站出来为自己群体的利益进行呼吁，进行呐喊，上街抗争的时候。如果你们是下岗工人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和合理赔偿的群体，现在是时间站出来了。如果你们是受到司法不公啊黑狱冤狱打击的群体，现在是时间站出来了。如果你们是在股市上受到欺骗损失了钱财的群体，现在是时间站出来了。所有的对现状不满的群体，所有利益受到损害尊严受到损害的群体，现在是时间站出来了。现在站出来和老兵一起站出来，我们就能和他们一起维权，我们就会增大我们的胜算。请大家抓住这个机会一起行动。自从去年七月份以来，全国各地的退伍老兵维权的事件呢，就是此起彼伏。其中有两次是大规模的进京上访，数万人的进京上访，全国各地的也有不同规模的、不同程度的维权事件发生。这些老兵过去曾经为这个政权服务，过去曾经上过战场，为什么现在他们会这么大规模的集体的站出来和这个政权来进行对抗呢？其中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们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他们的这个福利待遇，他们应得的福利待遇没有得到实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过去几十年以来，中国老百姓所生产的庞大的这个经济利益啊，被少部分的权贵贪官污吏所侵占。在中央，他们有几百个极大的贪官污吏的家族，在各个省各个地区各个县都有几万几十万的中小贪官污吏的家族，这些人把这个国家的利益给掏空了。所以这个国家这个政权现在已经拿不出足够的这个金钱足够的资源呢，给这些退伍老兵来给各个群体他们应得的利益来发放给他们。尤其是现在经济状况下滑，经济面临崩溃的情况下现在更是没有可能答应这些退伍老兵的要求。不答应怎么办呢？他们就试图采取暴力的手段来对付他们。所以我们可以预见，这次老兵的维权行动不是最后一次，这个维权的行动还会持续的扩大。我们现在的这些民主同道要抓住这个时机，尽量的让每一次的这个群体抗争都有机会扩大，把他们扩大到全国各地全国各个阶层，我们就成功了。我们就会把每一次的这个群体事件变成民主革命的首义之战。我们希望大家意识到，我们全民共振平台的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让大家意识到分散的抗争是没有出路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专制政权，我们只有联系起来，进行各个地区各个阶层抗争群体的共振，发出共振效应，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有足够的力量击垮这个政权，我们才有足够的力量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和权利。怎么样进行共振呢？首先就是要取得联系，取得联系是共振的第一步。那我们希望各地的这个同道朋友，大家一起来做这一件事情，大家各自和本地的抗争群体取得联系，大家形成团队。当我们的联系足够大的时候，我们的行动的规模就会相应的扩大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在全国各地实现全民上街。那一天就是我们取胜的那一天，那一天就是社会变革开始的那一天，那一天就是专制政权覆灭的这个开始。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完成这个艰巨的历史重任。谢谢大家，再见。看看啊，我们被打了啊，这么多警察啊，看看啊。
各位亲爱的战友们，我是湖北宜昌的军嫂黄春燕。啊，你们看一下啊，我手上有很多血，这个都是被打的战友，然后全部打到头破血流，我手上给他们止血留下来的，大家看一下啊。紧急支援，紧急支援，请全国的战友紧急支援，现在全国的战友紧急支援镇江，好多战友都受伤了啊。全国5700万战友。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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